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森林，我们今天又再回玩病娇模拟器了。那么这一次呢，五月又在更新了非常棒的东西啊。首先呢，我们先进去这个 I am Ice 的学校，他的学校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更新啊，我马上进去看吧。OK， 首先这更新呢就是学校的外观啊，非常非常明显的多了很多条纹出来啊。这什么条纹？多了这些完全不重要的条纹啊，在学校不可能会有这些条纹的吧？我想到只有正面才有啊，旁边都没有的，后面完全没有啊，就中间这一排有东西而已。呜，他的帽子，他的时钟应该也是换了吧，变成比较好看了一点啊，有种贵族学校的感觉的。这边是贵族学校，跟这一次更新蛮少的。第二个更新呢，我们需要绑架一个人。OK， 学习好我们的生物学了，然后呢，我们随便绑架一位吧，不一定是这个情敌也可以啊，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来。哎，你好，可以跟着我走吗？走，绑架你一下，不要急。OK， 这一次绑架更新很赞哦，蓝色跟绿色头发的人。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回家吧。地下室呢，这边我们绑架好了嘛，你看他们会穿新的服装了，没错，因为作者说呢，他们绑架下面不可能穿着校服那么整齐的校服的嘛，我们帮他们换了这个很破破烂烂的衣服啊，我们特地制作了一个破破烂烂的衣服，对，为了他特别制作的，怎么样啊？啊？帅气啊，这衣服不错。Yeah， 要要。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更新是在我们的任务模式这里的，对，任务模式。Welcome。任务模式呢，里面又有一个任务叫做 Horrid Pressure， 对，杀掉他的任务呢，他是一直被欺负的人，对，他是在学校里面被欺负的人，他这么没落吗？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进来到我们任务模式啦。 OK， 就跟刚刚我们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被欺负的人，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用纸条然后写说我们要谈论关于他霸凌他的事情，然后再约他出来的嘛。之前这是不行的，因为之前系统不知道他被霸凌，但现在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啦，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拍一张他的照片确认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写信给他就可以了。寻找了柜子， OK， 寻找到你柜子了，然后呢我们再给他关于霸凌的事情，因为他一直被学校霸凌嘛，你可以在学校的屋顶见我在7:30，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可以邀请他来，过来，去你的柜子那边看一下。对，之前这是没办法的，对，因为之前呢，系统好像不知道他被霸凌吧？看一下他是不是知道的。现在 ？Huh? What's this? 这是什么？Maybe I should meet them. 对，你应该去见他们一下。对，原本他并不会做出判断的，因为他没有被霸凌，系统判定他没有被霸凌啊，不知道系统怎么判的。那等到7:30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这边了。他的 ，Hello， 我们可以帮，可以帮助他，真的吗？啊，不行啦，你缺少有效照片，所以我们需要拍到他被霸凌的照片才可以耶。好吧，对视，来，不对啊，我们要杀他的吧？我们在干嘛？干嘛帮助他？所以我们需要拿到他被霸凌的照片，来吧。没有呢，他去上课才会被霸凌啦，可是上课的话就来不及了，我们会被杀啦，不行，缺少照片呢，应该是要在普通模式才可以的，看他被霸凌拍下来之后再给他照片，然后帮助他，帮他举报学生之类的。但是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耶，呜呼 ，OK， All objectives complete， 任务完成。任务完成了，可以离开学校。好简单啊！总之啊，这次修复的就是可以用霸凌的理由约他出来啦，然后这个任务呢，就这样完成了。干得不错嘛！好吧，就更新这样啊，病娇讲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去病娇妈妈的更新了。OK， 我们之前呢有一个任务是要偷走别人的那个钻石戒指的嘛，那么现在那个任务呢已经被取消了，变成不一样啦，之前是要等他下课的时候去他椅子上面偷这个戒指的，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先找到一位叫做是你吗有钱人这位吗？好像就只有这位而已啊。啊，对，你们看他手有这些钻石珠宝的嘛，对，我们任务呢就是要偷走这个钻石珠宝，那么怎么偷呢？我们可以先跟他成为朋友，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准备一个水桶，准备水桶，然后把它放在，还应该要开后面的吧，等一下哦。OK，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弄湿它。对，来，快点啦，去洗澡啦，去啦。I can't go to class
like this. I need to change my clothes. 对对对，去换衣服去。然后呢，他脱下来，正常人这边都会放手机的嘛，但是呢，他却放的是宝石。呜呼！偷走宝石，哒哒，任务完成，这样我们就偷到我们需要的宝石啦。好，好有钱哦，宝石这样放的，哇哦！有钱人的炫富技能，就只有这位他身上有宝石啊。那么以后呢，我们需要偷走宝石任务呢，都会变成这样的，对，都不会再去拿那个人家板凳上面的宝石了，因为那个比较难发现吧。这个我们只需要泼水给一个人就可以了 ，OK。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更新呢，是在我们的商店街这里。商店街呢，我们这边之前换了衣服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女仆咖啡厅呢也换了新的一套服装哦，马上进去看吧，去打工赚钱喽！哇，你们看那个封面不一样了吗？这边呢可以选择难度。你看，哒哒，这个在1981年代呢变成这种服装啦。这种粉红色跟白色的服装，然后料理的话呢，哇哦，看来这些年之后它的料理完全没变呢，还是一样是老旧的。没错，这些就是目前病娇模拟器所更新的内容啊。午夜的时候是更新哦，好忙好忙，不能说话了。 OK， 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特别模组吧。 Let's go。 等一下，你的哦，我有马尾在那边飘呢，好爽哦。耶、yeah, ，过任务了，得到200多，哇哦，在1981年代等你很多了吧，200多呢，好吧，就这些更新了啊，看一下模组关卡啦，耶、yeah, ，来看一下特别模组，观众所推荐的模组，有点十八禁啊。先輩，是谁？没错，这个模组呢叫做。Love Free Hug 爱魔组啊，这一款爱的魔力，哈哈哈哈，旁边呢有一个清纯的梅亚，这是我们的病娇奖，哇哦，观众推荐这个呢，可以算是非常的有点铺路的魔组吧，我们进去看吧。哇，首先呢，这边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床，我们地毯。然后呢，这边我们收集那个学长的东西呢，也已经收集完了。你看，学长用过牙刷、头发啊、钱币啊，或者是苹果啊，这个汽水罐啊、便当盒，还有什么铅笔、口香糖跟那个绷带啊，不是绷带，那个创可贴。对，还有学长的照片，哇哦，都收集完了。还有我们的内裤呢，也已经收集完了啊，可爱内裤啊，呀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学校看吧。这边还有我们跟学长的这个。没有，一个是男学长，一个是女学长，两个都是学长啊！去学校看一下吧。哇，好像小学生呢？为什么这服装？大家好，大家好，哇！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呀、啊？记得呢，好像是可以蹲下来的吧？蹲下来。啊，是趴着的呢，你看，可以这样趴着走，新的坐姿。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新的笑声。他是接吻的呢，接吻的声音呢、啊。他甚至呢还会唱一首曲子给学长啊。You are my senpai, 哇 my own, 没问题的吧。不要给我收版权费啊，我跟你说。你要是敢害我红标我就告你啊。你这么唱我等下打你啊。哇。ですね，不错不错，哇！那我们马上去唱给学长听吧，走走走。You are my senpai， 嘿嘿嘿嘿，哇哇，好多爱心啊、哦！等一下，学长，唱给你听哦。不是，我们要接吻你 ，OK？ 我还没有开始唱啊，你干嘛啦？你口红，你嘴，你老板啊，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好像丑八怪哦。好像丑八怪了，等一下。不是啊、欸、我唱歌给你听的，你干嘛这样？哎、欸，直接崩溃了。不对，我只是要唱给你听而已，你还没有听到，你听到一定很感动的。我们在前进路上那边唱给他听啊，他一定会围观，然后给我一些钱的吧？可以吗 ，senpai？ 好听吗 ，senpai？ You give me the keys and sheets of green.很好听啊！哎，你干嘛？我唱一半了，你老实点，就打到你啊！你给我等着，小啊，学长，你死定了，学长！我用我的新棒棒武器，校长，
有人批评我的唱歌，我歌声明明很好听的。嘿、hey ，我觉得以前版本的这个教务室蛮好的，可以直接进去啊，不像那个新版本的只能在外面看啊。魔法杖，哎、欸，新的魔法杖嘞 ，Magic！哇，是魔法少女，魔法少女，叮！哎呦，哎，怎么打你了？哎，魔法少女，叮！这魔法少女棒好棒啊，好棒啊，好棒啊，不一样造型的呢，这魔法杖耶、yeah! 一击必杀，那么究竟呢，还能不能变成魔女呢？好吧，我尝试很多次，看来是不行变身的，而且我尝试怎么尝试变成这样了，为什么你的脸是这样的？为什么？看来这个版本还不能变身啊！Hello， 魔女魔女变身，魔女魔女 ，Q！ 不准跑，不准跑，不准跑！大家不准跑，不准跑！我记得恶魔需要献祭的吧？来来来来来！我在走路变得好奇怪，你看本快的人走路是这样，这么飘飘然的吗？嘿，魔女魔女 Q！OK， 来变身！你需要什么代价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你哦，你好像还不能变哦，你，哎，啊啦啊啦！哦，你期待我们之后可以玩的日子啊，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我们现在能的应该只有火焰恶魔而已啊。当然，我们的武器呢不是只有魔法杖一个，我们还有其他武器，马上去找啊！大棒棒，你知道什么上面有巧克力的吗？哎，没错，某个人的屁股遭殃了啊！来吧，来吧，我要拿我的大棒棒捅进你的哦！你干嘛转过来啦，白痴哦 ！Hello， 尝尝我的大棒棒吧，有谁在？大棒棒，大棒棒，大棒棒！哎，学长看不到就是没事，大棒棒！耶耶耶耶耶耶耶 ！OK OK， 好用好用 ，OK 耶、yeah ，好用的棒棒！还有另外一个武器啊，是我们的哦，不要报警啦，你们哦，不是我，不是我干的，干嘛报警？报警报警报警啊！哦，新的汽水呢？哇哦，什么汽水啊？哇！不知道什么汽水哇？这个诅咒汽水，哎嘿，警察来了。哎、欸，等一下我蹲下可以跑的呢？为什么？好恐怖哦耶！内裤被看光光了。当然还有我们的特制武器——甜甜圈加恶魔之叉。呜、哦，甜甜圈，可爱的代表。Hello， 请问你们？喵！哎，为什么都是这样？为什么都是这样而已？哎、欸，我想要从后面捅进去可以吗？走开啦！嗯啊，走开啦！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心甘情愿的？嘿，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吧？这样，哎，不要转过来啦，老师。啊！就是我干的啦，怎么样？嗯，没关系，我还有武器。等一下，章鱼，哎嘿，章鱼 Q， 哎嘿，这个章鱼很像那个。最近的漫画杀人的章鱼吧，嘿，带给人幸福的章鱼啊，哒哒哒，当然有我们漂亮的这个，哇，不知道什么造型的棒棒糖的造型的电锯吧，来 ，let's go， 电锯，哦，从中间锯的呢，哎，我从来没有看过从中间锯的呢，呀，好清纯的脸哦，你看多么清纯啊，哎啦喂呀，哎啦，哎啦呀，哎啦妈呀。哒哒，完美完美！而且他头上怎么还有一个皇冠的？你是国王是不是？嘿，为什么？还是说这个电锯锯到人都会变成有皇冠的、啊？哇哦！没有，你没有皇冠呢？怎么会这样的呢？皇冠没有呢？不要跑，不要跑！你要皇冠吧？要皇冠就等一下，有吗？没有呢，等一下、哦。马上帮你做手术啊！成为国王的一份子吧！哎，没有呢，没有皇冠呢，所以那个人是特别的，而且他的切面好像蛮漂亮的呢，你看这个超漂亮的呢，哇哦！凡事从中间做起。我在做料理啦，这是番茄汁喷出来的，哎呀喂呀，啊啦啦妈呀哎呀，这个料理不好做，不好吃，不好吃。啊，送你一个吻，各位观众有没有高兴啊？观众都很想要女生的吻是吧？来，给你，
女生的吻，女生的吻啊！每一位漂亮的学长都会有人唱歌给他听。你是我的学长，永远都是我的学长。你看我的表情，唱歌起来就安详了啊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ve you， 我爱你，爱你，爱死你了，爱死你了，爱死你了啦！么么哒，嗯嘛，哈哈，嗯嘛，哈哈，傻眼猫咪，傻眼猫咪，嘿，你们听我说，听我说。怎么样，安心了吗？你们安心了吗？嘿，你胸部怎么那么大的？嘿，好大，大什么大？变一半啦，一人一半，感情不散。哦，哇哇哇哇哇哇哇，再继续分解。你看这想必出来的屁股，有点十八禁哎。哒哒，只是两个脚啦。哒哒啦哒啦，干嘛啦？不要这样啦。哎，你有王冠帽子的呢？为什么？你没有，你也没有。哦，大家都好会跳舞哦！哇哦，哇哦，鼠鬼，拖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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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老师，你看，有人不出来啊！老师，哦，出来了，出来了！学长，好好看书啊，没事的。哎，老师人呢？老师人呢？你不是去叫老师来吗？啊，等一下哦，学长，你等我一下，料理快做完了。哒哒，么么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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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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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校长，校长，有问题啦，校长！哦，校长的桌子都是血呢，校长你要恐怖，校长，哎呦，地上都是血，哎呦，校长你要恐怖，校长，校长，我觉得呢，没有问题，对，对，没有问题，好的，好的。我们不需要帮助 ，OK， 不需要，完全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哦哦哦，老师，老师，加油啊！加油好吗？哎 ，Just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放开我！有种叫警察来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老师，各位不要紧张啦，我会处理好的哈，这些东西不需要麻烦警察啦。哎呀呀，你看，啊，这不就擦干了吗？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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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哎，不要流出来的好了，不要流，停止，不要流。不要流，吸干哦，会不会干的 ？OK， 干了，干了，吸干了耶！哎，差不干了，哎，我的布太肮脏了，哎，都红掉了啦！老师，我要举报一下，他们全部在这边睡觉，你看他们没有流血，他们睡觉，睡觉没有死掉，睡觉而已啦！哎哎，有种叫警察来输赢啊！警察来了，耶耶 ！M 警察还没有画面的，哎，好多人死掉，耶耶，被抓走了，耶！我今天到底玩了什么？主要是看更新了，我到底玩了什么？观众介绍的都好色情哦！哎，等一下，这个还没有看，哒哒哒哒，特制体育服哦，普通呢，特制泳服，哇，学长一定非常喜欢的，对，哇哇，我会被黄标不是没有理由的啊！妈妈妈，哎，给错人了，哎，给错人了，你们干嘛呢？哎，不是唱歌给你们听的哦，你们不要听啊！你们不是我学长，对，不是你们，不是你们，就说不是你们的，你们这边嚣张什么啊？哒哒，上课结束，大家觉得我好看吗？哦，这个时代的这个学生人数好少啊，老师啊哈啊，老师，你们上课都没有专心，上课都在偷看我身体是不是啊？尝尝我的大黑棒棒。大黑棒，大黑棒，大黑棒棒，耶耶，摸一摸 ，Q Q， 哎，你变态，你摸啊，变态，变态，好性感的，来，我的频道就这样被黄标的 ，OK， 大家不要模仿哦，我到底玩了什么不知道、哦，耶、yeah!。